这就是中华队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穿上那个衣服的心态，不管你是谁，都是把它都会想去把它做好，都是要想好的成绩，因为你代表台湾，然后代表台湾的棒球，因为希望台湾的棒球给更多人看到，我们有在进步。志胜跟阿明、雍基、国华那边，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了、啊。接下来他们要面对他们怎么去打这个比赛，他们都会去主导，然后主导下一辈怎么打，我觉得他们会做的。因为国际赛就是这样嘛，因为在毕竟在台湾打，会更多人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，所以如果你的紧张程度更太紧张的话，会反而会影响自己的技术层面。也很辛苦啊，因为打完了一整个秋季没有休息的时候，是真的很累。非常需要意志力的一个比赛，那当然所有球迷才是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来面对这一次的比赛。哦，多了嘞，从高中到对啊，高中棒到职棒很多了。他保护我太久了，我都没有保护到他。因为他问对不起他，不是我安打或上垒，他就全力打，所以没有，都是他在保护我。